龙门是西山景区的主要景点，这里可以俯瞰浩瀚滇池。我们先搭观光缆车到聂耳墓北门后，即来到龙门景区的北门，再搭全长1100米的龙门索道，索道风景可览滇池之美。子豪现在上来了，正在撸他。Hello， 王子豪现在正在坐缆车上来。我们现在正在坐那个，这是那个什么？龙门缆车。过来。我们现在坐龙门缆车。好喂，看到后面是，有看到吗？里啊。嗯，对。现在还树太多了啦。这里往那边看。哇，后面精彩了。嗯。我们看后面。哇，你看这风景好漂亮哦！王子豪在后面，给他拍照。王子豪耶！哇！我们现在正在龙门缆车，现在越来越高了。哇，这是好美哦！白水也可以看。坐龙门缆车，在这里。哇，这边应该没有船。好漂亮！先去坐那个船。
滇池古称滇南泽，为云南省面积最大的高原淡水湖，也是中国第六大淡水湖。湖泊海拔高度1886公尺，形状是卫星，湖底平坦。我可以去坐那个船。滇池周边为云南较早开发的地区之一，战国时期蜀国的砖桥征服该地，建立了滇国。也蛮大的，对啊，这个区域蛮看起来跟新加坡差不多好像。哇，你看这缆车，好精彩啊！这缆车。这缆车是往前走的，哦，那边有照相，等会噔噔，我们前面到上面照相看，然后到时候他问你看你要不要。
即将结束了。还行，还什么叫还行？还不错玩。到了，准备下缆车了。走到，打开，打开，等一下，按右边的，哦，子豪也下来啦，刚刚好玩吗？我帮你录，哈哈，对。搭完索道，我们选择走下山，约走半小时左右，可以经过龙门和天台，欣赏滇池的美景。现在山路崎岖，很陡，不好走。不一般啊，简直是90度，扶着点，再慢慢下去吧。哎，我们有没有走错啊？皓兰亭，那里有个皓兰亭。怎么了？小心滑倒了。哇，再看到对岸，大转弯，小心大转弯。啊，现在是。抵达了彩云洞，彩云洞就离龙门石窟很近了吧？彩云洞，彩云洞下面还在走。彩云洞，这是这。我们俩叠翠彩云洞。我们现在来到一出来看到这种景色还是对，这是我每次爬这里闻的味。滇池。
我们在滇池。记得按赞点阅哦，谢谢。石壁凹凸不一的墙，有着人工雕凿的痕迹。超船云洞记记载着工程艰险，奋战200天竣工。达天阁是在原生的岩石上雕凿，乃是云南最大最精美的道教石窟，洞上方还凿有福字，门边有龙。达天阁内有原岩凿成的魁星文昌帝君关圣雕像，越过龙门就是一登龙门，身价百倍。穿过龙门，沿着石壁石洞如窗户向下看，便是万丈深渊。龙门石雕工程的千百个石阶和沿途可见的浮雕石刻等等，整个工程历时72年才得以完工，如此鬼斧神工壮观之景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接下来我们快速的走下来，来到一个平台，这里的云华洞在此可以远望到龙门。天然岩石上雕凿而成的龙门，下临绝壁，500里滇池烟波浩渺。看完了龙门精湛的石刻艺术，我们就下山搭龙门缆车了。登上龙门缆车，俯瞰滇池和昆明城全景更是一览无遗。那如果不坐这个穿过去，那要下去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怎么上来的？又再次享受着空中走道之美。在这里看看，它这上面风景。在这，等一下要转个弯。哦，等一下就转个弯。是中继站，对。我们要感谢子豪，让我们认识到的。
天池之上吹着风，来到有风的地方了。现在正在过缆车，快到站了，快到站了，我看起来到站了，到站了，现在下缆车。